啊，这个是我大儿子了，这个基本要上，这个是
安了、啊，然后来我说啊，杨校长要来，你就啊留在杨校长身边好了啊，谢谢谢谢。他在我这个大学二姐啊，他是嘉义家长协会的这个秘书啊，这个沈博学沈秘书啊啊，啊这个我的好姐姐啊，叶阿姨啊叶阿姨啊，她在这个分析过程，那个帮助我很多，谢谢谢。再来我们柯校长跟夫人啊，这个也说实在的啊，就只有感恩两个字啊，这个无法形容，谢谢谢。好啊，后面这个是我大学的同学啦，吼，这种最佳损啊好友啦，咱们要说啊，好，再来这个新化高工这个蔡县长啊，这个蔡主任的服务啊，这个以前也跟我同事过哦，他真的加上跟新化高工啊，那后面的话呢，这个。这样也是我的好同事啦，吼，好同事，哎，啊，平常跟那同事沟通，我到平常谈的。啊，这边的话呢，吼，这个吼，先把它同学了，吼，啊，这点文肖，吼，这个点肖，谢谢，谢谢，好，来，在这家长协会的这位理事长啊，邱理事长，啊，啊，这块是好干部啊，吼，这个在。虎尾龙宫啊，虎尾龙宫啊，师兄弟就看这一把了啊，啊，教导一下他一下，啊，李龙山啊，谢谢谢谢，哎，好久，谢谢谢谢谢谢，好，很夫人啊，啊，后边这我，电机科，老师哈，魁老啊，魁老伊快要退休了，伊讲伊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参加，我真的很感谢哦，他也送我一些，送我一些有关于这个。啊，这个一些啊，这个做人的一些道理的一些书籍让我参考，我真的很感谢。再来的话呢，我啊，电机科的刘哲生医师，另外这一位啊，我实在要感谢啊，一样啊，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的我了啊。哎，感谢张杰啊，我真是到东石高中的电机科啊，没有主任的批准啊，我可能就没有现在。
他本身也是嘉义县协会的啊，再来这边刚刚校长介绍过了啊，这是我们双子高中的棒球队啊，啊，这个因为我后面两年就是在负责棒球队的一些行政业务的工作，所以棒球队这个对我来讲呢，哦，这个感情呢啊是蛮深厚的啊，因为有棒球队在外面征战啊，有些打有些时候打出好成绩，或是整个团队的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凝。凝聚力跟团结力啊，这个都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典范哈。那谢谢两位教练哈，这个平日的辛劳哈，那谢谢。你不该教练，林家伟。我刚刚还向我们林主任哈，啊，这边的话就是山水的伙伴嘛哈，谢谢你们哈。那另外的话，前面还有。大姐，是吧？这是我大姐，那个郭俊明，啊，他本身的话是啊，全国高中高职家长协会的理事，啊，另外副理事长，啊，另外还有很多头衔，这个啊，付出的一些职位的名称啊，那不一一介绍啊。那说实在，我真的很。感谢他哦，在今年的话，在校长正式过程呢，哦，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了，甚至后期的话呢，还帮我这个啊做一些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候选人没办法去体会的一些幕后的一些工作了，哦，真的是感谢哈，哦。那这个副理事长他本身也是这边新港的。本身新港的，哦，啊，他新港中学，啊，他有交代，那个，既然你来这边，你有什么资源，你就找我就对了，谢谢，我这个我先找到靠山。感情多照顾哦，学弟妹们。那，啊，另外的话，哦，这个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了，哦，这个东中的校长桂姐了哈。这个也是我们校长班的这个同号了哈，他去年先来，我去年先送他来，所以今年我来，他一定要来，不然的话，谢谢，好，那剩下的如果没有介绍到的话，或是待会我再补充，好，那谢谢各位，谢谢。